行嘞，请坐。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你无食饭的款呢哦？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卡差不多。来，你来遮上课，我要请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会晓电脑的，请你举手我看。会晓电脑的。会晓就好。好，手放下来。你捌去上过咱台湾民政府的官网的官网的，请你举手我看麦啊。手放来。即马开始哦，目睭开开，会较甘愿啊，唔通困去啊。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哈。啊，你莫歹看别人的意见啦哈，你家己意见就好。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无？哪有参加，请你举手，请你放来。哪无参加，请你举手，请你放来。目睭开开，继续开，继续开。我来问你一个足趣味的问题啊，听清楚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举手，手放来。我问你一个问题，燕山饭店是住伫燕山饭店的人的，对的，请你举手。拢无啊，一个哦。好，目睭拢紧起来。我要来住燕山饭店，住伫燕山饭店，安尼燕山饭店就是我的，是不是？是不是？唔是吼。啊，我请问你咧，啥奈唔是？为什么？对，我无所有权嘛，我拿不出所有权状嘛。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请问台湾的所有权证是不是台湾人的？哎，啊，你唔是他，你敢举手话？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你赢，足多人赢的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足多人举手，对啊。永远不是，永远不是你台湾人的。你说奇怪，为什么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是不是很奇怪？因为我如果跟你问说，啊，所有权证在哪里？你绝对没法跟我回答。但是你看历史，1895年4月17日，清朝跟日本的天皇签一个合约，叫做《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内底有讲，清朝的皇帝将台湾周边的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我问你咧，啊，清朝的皇帝是不是有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的所有权？是不是？有无？啊，你若无，你讲你讲袂啊，啊，你早起呢？你讲我袂整个厝乎你，这间厝的所有权不是你的，啊，你袂有别人，啊，你是不是早起？是不是早起？欸，你唔敢回答呢？我这是足简单的问题呢。是不是早起？是的，举手我看，是的，举手我看。欸，啊，你无举手什么意思？当然嘛是早起啊，对不对？所以清朝的皇帝有权利将台湾的周边的群岛甲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会记得哦，日本天皇哦。你会当甲看迄个马关条约，请你甲拍马关条约起来看。咱所读的册内底甲咱讲，中国割让台湾周边群岛甲澎湖给日本，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是不是？结果错了，这唔对的啊。日本政府割给日本政府吗 ？No。第二款，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有看无？两个人呐、啊，两个人签的合约啦。我今日啊，甲咱的议长签一个合约，讲我这架车卖给议长，这架车过户是不是叫做议长的？是不是？是不是？欸，较好答的回答啦，你若讲唔对，我嘛袂甲你笑啦。这架车是议长的，是不是议长？有一天因后生出来甲我讲，这阮老爸的，所以定义我的，哎、啊，对不对？对不对？唔对嘛，对不对？你这足清楚的，那你的厝你都足清楚的啦。林后生出来跟你讲，
这间厝是阮老爸的，嘛是我的。No， 稍等嘞，老子还没有死掉，啊，不一定丢你嘞，就是死掉，我不一定给我的查某囝嘞。安有清楚啊？所以，咱的教书主甲你教啥？中国国民党甲你教讲，清朝割让台湾周边群岛甲澎湖给日本。No， 这个大唔对呀。咱台湾人的教育为这开始失败啦，所以这块土地上的日本天皇的，啊，足清楚呀。啊，你来看哦，啊，日本战输啊，二次世界大战打仗打输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啊，二 B 啊，二 B 讲啥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日本政府放弃。全部的 right， 这个 ALL， 你读过英文 ？ALL 后边的英文字爱加啥 ？S， 对不对？有加无？你来看麦。来，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甲拍出来，第二条，有无 ？All right， 没有加 S，title 没有加 S，and claim 主张没有加 S，to Formosa。就既然和平条约，你敢看第二条？稍等嘞，伊就打出来给你看。日本这个、头前这个、日本啊，啊有个人会甲我讲嘞，因为这个日本代表日本天皇啊 ，no， 因为在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投降的时阵，伊派一个外交部长叫做丛光葵，丛光葵的身份在迄、那个。投降书里面很清楚跟你说，这个崇光葵代表 Emper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跟政府，他有两重的代表呢。就这张和平条约从头看到尾，对日本天皇有处分吗？没有，对日本天皇没有处分、啊、为什么没有处分？哎、欸，你怎么把关条约那，那个就像和平条约那还没出来，哎、欸，唔通困机呢？因为我这个所在要给你看一个物件啦。就这张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但是这个所在有代表台湾这块土地，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因为现在中国报纸写，自由时报写标题说中国将咱台湾当作殖民地，是不是台湾还是殖民地？是不是？咱今天要说的都是法律上的探讨，绝对已经改变不是殖民地。为什么不是殖民地？相同的条约在1947年2月10号意大利和平条约来的第23条讲，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and claim to 索马利亚。是啊，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所以这个殖民地意大利要放弃的时阵，放弃两个物件 ，right 和 title。right 就是权利 ，title 呢就是名义。啊、这个 claim 是主张，为什么只有放弃两个，可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却是放弃三个？我跟你说呢，这就是渐渐回来的跟万国公法两个要修通啦，你如果没修通你就看不啦。所以这些读国际法的很多现准是在台面上的，不管是你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看不啦。就这样和平条约上下杜勒斯了，杜勒斯是什么人？我告诉你，他阿公啊，就是写马关条约的人啊。两个家族，我告诉你，和平条约不是随便的人可以签的。不是说你读法律的，哦，就可以写和平条约。No， 里面咩咩嘎嘎，写一字不对就吐去啊。马关条是杜勒斯的阿公写的，马关这个就这个和平条约是杜勒斯写的。因为这个家族非常有名，但是今天
咱台湾民进党已经将杜勒斯伊的主张甲伊的思想已经完全甲破解。你们替我拍破案吗？怎么还没有出来？就是南和平条约加迄个意大利条约啦，因为我们有国语化啦。啊，台湾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来，是的，亚洲文化。啊，不是的，亚洲文化。啊，你拢欧北来啦。本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啦，后来在1945年4月1号变作不是殖民地啦。啊，为什么殖民地？因为你听我讲，慢急，慢慢来。殖民地在万国公法来内讲，殖民地可以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你讲这個，啊，不你冇什么例吧？有例子，万国公法有讲，在马关条约内底，大清的大皇帝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天皇。这辽东半岛就是奉天呐、啊，奉天就是啥？就是清朝的起源地啦。这所在刚因为日本效忠中国效忠足久啊，好不容易甲午战争给你打败，哎，当然一定讲，这块土地花，这块土地花，大家伊嘛要滴啊。但是这块土地挂好日本以后啊，三国出来干涉，意大利、德国甲苏联出来干涉，安那干涉？拜托，万国公法你看看看咧，万国公法有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所以你看看，从今日为止，全世界所有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都不能割让，这是演变在1830年以后，一个世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不肯割让。啊，若无今日我讲，今日差不多大部分拢变做美国的土地啊啦。好加在呢？啊，不过哦，嘛无好加在。啊，美国甲咱建呢啊，但嘛笑住讲，我看咱当美国的一州哦。所以有人伫提倡51州，神经病，完全没有法律基础哦。大家公道通过，啊，美国就承认嘛。我讲还早嘞，你那边被美国51州啊，波多黎各大兴变了啦，关岛兴变了啦，又变无？百几年啊，1898年跟1899年签的迄个巴黎合约，到今日有变无？没有变，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万国公法规定的。万国公法你捌听过无？你有听过无？有一人足有名的。但是29岁就过身了，坂本龙马、萨卡摩多六马有无？足可怜，足可惜的。这个坂本龙马甲日本的天皇讲：我们日本如果不去实行万国公法，我们会被美国跟欧洲啊侵略，也叫消灭去。所以日本的天皇下令，叫讲开始。你应该去研究万国公法。中国比日本啊较早两冬写万国公法，而且万国公法已经有啊。中国因为万国公法，所以伊才拍，毋是拍呀，拍官司拍呀，迄个葡萄牙。所以啊，万国公法，我讲，因为现在是台湾在所有的研究的人都没有念过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含。建军法，你若无将这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去研究啊，我跟你讲，台湾地位你绝对看无啦。用普通的国际法来解释台湾的地位啊，只有能够解释50%不到啦。讲一个例，李登辉伫个时阵，甲蔡英文讲，应开1亿1000万啊，去欧洲请一挂学者来研究台湾的地位。这是我哪会知？李登辉亲身甲我讲的。11个国际学者研究台湾的地位，到底台湾有主权还是没主权？研究的结果啊，6-5啦，6个说有，5个说有啦。因为这些学者都没读过万国公法，只用普通的国际法要来解释。No. 所以今天的台湾会混乱，今天无法度让台湾人了解，就是说，你台湾已经走40-50冬了，走几步。
都搁伫原步，甚至退步。中国知无？我很负责任甲各位讲，中国知影。但是我讲，但是伊所做的几个政策，拢是叫讲台湾是殖民地来伫看待。但是歹势，杜勒斯已经知影，伊知影讲，伊杜勒斯甲即个也做日本天皇见过三摆面啊。第一，伊见面的时阵，日本天皇甲伊讲。不是我发动战争，是东条英机发动战争，所以杜勒斯等于甲这个做美国的总统杜鲁门讲以后啊，伊决定讲 OK， 就今天和平条约就不处分日本天皇，而处分谁？日本政府。后边佫有较精彩，我头前才爱讲个说，你才听有。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你都要去看我的网络顶管啊，官网内底的文章呢。其实啊，咱从2004年啊一直在演变，因为我唔敢一摆写上紧，我豆豆啊写，所以几啊摆有当然会重复，重复就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地位。我会当伫这个所在足负责任，甲各位保证。台湾将来要解决，一定要用法律解决。刚才秘书奥巴马，还是这个叫做希拉蕊，最近为南海的代志有无？伊讲啥？一定按照国际法有无？所以中国讲吼，哦，伊要什么自古以来，唔卖多哩自古以来啦，自古以来你中国是元朝的啦，是蒙古的啦，自古以来，迄种未使，迄种无法度做标准，爱用万国公法、用国际法来解决这所有全世界的问题。台湾的问题过来了，头拄啊，我问各位讲，台湾有参加战争无？一半讲有，一半讲无啦。啊，所以我阁问各位一个问题，目睭起起，较甘愿的啊，卖卡头看，我看到你的目睭就足奇怪。台湾。在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时阵，是日本轰炸台湾的，请你举手。日本轰炸台湾的，拢无吗？啊，那美国轰炸台湾，举手。啊，手放了。这届较巧呢。我无多甲你骗啊，我头头讲收济啦。我头头讲较笑的，我甲你讲，我甲你问讲啊，日本轰炸台湾了，举手一半，我甲你讲。你唔相信？你对，我知，我问啦。你唔相信哦？你今日恁即马转去哦，过两间，你坐过两车，你甲计程车司机问讲，问讲，第二世界战什么人来轰炸台湾？那无甲你讲日本哦，差两个有一个甲你讲日本。啊，那无讲日本，我随在你。啊，即马讲日本哦，你搁随我讲哦，为什么抗战八年呢？哦、抗战八年呢、啊，所以日本轰炸台湾呢、啊。啊，你我问你记下吗？你的老爸老母什么人？还是阿公阿妈什么人？我的老爸老母，哪较年纪较大？老爸老母日本人啊。啊好，日本人。恁阿老爸老母是日本人，啊，恁老爸老母的日本人来轰炸台湾。伊讲，奇怪，你讲有道理呢，敢那唔对呢？各位。国民党非常成功呢、啊，教育成功呢、啊。你唔相信？我讲，我甲十二个博士生哦，甲我一个会开会啦。我甲伊问讲，谁轰炸台湾？七个查某囡仔甲我讲，日本呢、啊。赶快，伊嘛讲哦，八年抗战呐、啊。来，八年抗战，你听清楚。中华民国当时对日本宣战。1941年的12月9号，为什么？因为1941年的12月7号，日本奇袭珍珠港；12月8号，罗斯福对着国会讲话。然后，是不是罗斯福宣战 ？No， 国会才有宣战权。所以由美国的国会对日本，听好清楚哦，伊的。宣战的原文，头一句话讲啥？邪恶的日本帝国，不是政府啊，日本帝国，这帝国是比什么啦？日本天皇。
邪恶的日本帝国轰炸珍珠港啊，给他宣战啊。十二月九号，中华民国在重庆，因为去用拍到重庆去啊，在重庆宣战。来，问题来啊，蒋介石伊的课本甲咱写讲，蒋介石对日宣战有无？有无？有啊，无啦？哎、欸，那无啥敢讲诶。啊，有权利宣战无？宣来无？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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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咱是日本的，所以伊无权利，伊有权利宣战，但是伊唔是伊啦。我甲你讲哦，伊闹鬼闹鬼伫对。台中的中兴新村呐、啊，有一个中华民国的迄个啊，做资料馆。内地你入面吼，迄右边第二入面啊，才要行五十一步，你停，啊头壳夹开看看啊，伊一个对日宣战书毛笔啊，迄印啊还够余，还够有嘞。迄当阵蒋介石啥物人？蒋介石做啥物职务？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啊，可以宣战吗？我来叫吴敦义宣战了。总统还是主席，我们在这样宣战。迄当阵中华民国诶，主席啥物人？林森呐、啊。啊，我甲你骗无？有无？在座拢叫骗去啊！伊哪有宣战？他哪里有权利宣战？啊，过迄当阵他宣战哦。日本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为什么？日本说你起笑啊，那个时候专中国有三个中国的政府，一个是重庆，一个是南京，还有另外一个是毛泽东的延安。你哪一个人讲宣战才合法？一个都不合法。所以啊，过来也宣战的时候，那个林森的公布像这样，从本日起对日宣战。拜托耶，宣战是何等重要啊！你若要宣战，你要敢讲哦，我从西元几年几月几日几点起对日宣战。所以日本讲啊，你起笑，你这个是路边摊讲的啊，所以他没有回应。啊，有处于啊，啊好啊。尊公丢了，假设他对了。1941年12月9号宣战，日本当时到航。1945年8月15号，偌久？3年10个月尔啦。喂，我请问你嘞，啊，伊讲八年，有八年无？有无？宣战不是轻轻在讲，讲咱哩相拍，咱两个拍安尼耍。宣战，国家对国家要宣战，对，几年几月几日上午还是中午还是几点几分开始全面作战？八年，安尼宣战呢、啊？啊，伊八年是啥意思？一，迄是伊讲的。1937年呐、啊，诶，7月7号啦。啊，这卢沟桥，所以你不能告诉诸乡乡，我们1937年诶，1937年7月7号。进出中国，伊讲进出啦，我起入面搁出来，进出中国没有宣战呐、啊，啊无宣战，无你签什么和平条约？所以1951年的9月8号，无叫中华民国去签是正确的，我跟你讲，这是一个理由啦，搁另外一个理由。1951年9月7日，中华民国伫对，伫倒，伫台湾呐、啊。啊，台湾伊是安怎来？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1945年9月2号，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唔是中华民国，蒋介石。是安怎讲用蒋介石？因为中国足乱的啦，三个政府啊，三个中国啦，所以让蒋介石个人来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台湾这个时候是日本的啊，接受日本投降啊。好，过来，接受日本投降的时阵呢、啊，免他证明讲，你当阵蒋介石派丹尼来台湾呢、啊。伊伫中山堂，
迄堂叫做叫做迄个公会堂，顶悬挂四个旗啊，苏联、英国、中华民国甲美国。迄张图好出来，迄张图外表迄张图非常的要紧，恁拢无伫看的啦。你甲看，喂，这张图啊，这旗是啥物旗啊？美国的旗啊，你看有无？这边啊，这边其实还阁有啦，嘛是美国的旗啊啦。我甲你讲哦，甲1978年的时阵啊，现主席今日中山堂啊，伫纪念迄个日本投降啊，美国旗啊照常挂伫啊。全世界旗啊拢歪挂，干那挂美国旗是为什么？为什么？您敢有去想？我相信您看这张图啊，您靠教科书啊，即马教科这张图已经无出来啊。因为我上课讲过，遐教科也丢了啊。为什么？迄就是你甲你台湾人讲，我美国才是主要占领全国啦。你也想，美国轰炸台湾，日本投降，谁有占领权？征服者、征服者，战争法里面无讲赢或者输，打赢打输不这样讲，只有说征服 （conquer）， 征服，征服者才有占领权呐、啊。啊，这个占领权可以让别人来取代、来代理。美国占领、拍赢，所以和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到今日，你讲。你安尼讲，敢有证明？我甲各位讲，我甲各位拢同款啦，我嘛迷糊足久的啦，一直到2006年10月24号，我超工去选高雄市市长，有人知影我去选高雄市市长，然后有你举手玩看。特别讲哦，以前啦，卖讲即摆啦，以前就知影我去选的人举手玩看。哦好。你当然嘛知影，郭教授你嘛较拜托诶。咱做迄落，当然你嘛知影。我甲你讲吼，中华民国有够无？我选高雄市市长呢，竟然无人知咧，有够无？哇，我足佩服耶！我非常佩服。我去选市长的原因伫倒？我伫网顶，我有甲大家讲过。我去选市长，就是讲要将这个战争法论述，互所有的高雄人知影。啊，侬奇怪呢？啊！你乃歪选台北市市长，我讲去选高雄市市长，真简单嘛。我去选市长，我怎样上电视嘛？本来电视是拢全台湾哦，会当转播。我去选迄年改变啦，干那伫台诶，伫高雄市转播啦。啊，这专门转播无关，个地方台啦。害我安尼讲啊，嘴硬破了了，无人知影我选高雄市市长。单局啦，黄俊英啦，真的奇怪，怎么会都没有你的名字？我跟你讲，还有很有趣的事情呢。我不选高雄市市长对吧？但是哦，其实我很清楚啦，我都无人脉，大家拢无一个人类，你敢选高雄市市长？啊，所以遐林营吼，讲我咧吵架，我系单局无调，其实唔是啦。我伫选举要结，迄个要投票的前一礼拜，我宣布退选。我讲大家拢支持单局，啊，所以单局才赢几票，你知唔啦？我若无，我若继续来选，也是赢1114票。啊，我几号你知唔啦？我2号，2号乘以1114等于2228。哦，我几乎票拢全赢起来。啊、你看有奇怪无？所以我咧算时吼，228的英年叫我去算的，我无甲你骗。啊，所以我高雄选举的时阵吼，我利用广播电台，啊，我的广播电台有够趣味，我都买无时段嘛，啊，干那买一个时段吼，迄个时段伫啥？伫屏东广播啦。所以我咧选高雄市市长的时阵吼，哦，我若伫办迄个游行吼。我的后边对有够侪人呐，大拢惊着啦。我有够长呐，啊，拢家己骑奥多拜、骑汽车呢，安尼来支持的啦。
有一个水户是警察局派来，看到会惊着呢，伊讲你稳掉诶，伊戆戆啦，安怎讲？我遐支持啊，拢无票啦，拢冰冻诶啦。伊甲人小输，甲人打赌呢，5000块呢，老诶，可怜啊，伊了5000，因为哈，伊看我诶。我的那个竞选中心，哇，满满满，啊，去哩吼，哦，迄真正几啊公里呢，我无爱骗。但是我伫迄个所在，我招了228去告美国。今日好佳哉，咱有告迄个美国。讲到告美国吼，真正是吼话头长呢。国家免诉啦，就是国家吼唔免诉讼啦。我刚才要告美国，我受一当啦。好佳哉，我头脑真好，安尼拍手嘛。我找到什么理由甲告你，知不知？人权呐、啊，你美国不是讲人权立国吗？我台湾人伫这个所在，啊，你美国甲军事占领台湾，叫中华民国来代理，啊，你叫我去做兵，啊，而且我乃无代无就变作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我念身份证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很奇怪呢，我的老爸老母是日本人，这讲到国际法哦，这个所在你也知影哦。我问你一个问题：美国人甲美国人的后生还是查某囝是啥物人？美国人对不对？我唔敢讲呢，当然是美国人嘛。啊好，日本人甲日本人结婚啊，生的囡仔是查某囝叫啥？对不对？对吧？吼，来。咱告美国以后，美国有5点的宣判。2009年4月7号宣判5点：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台湾人还佫生活伫政治炼狱。什么叫做政治炼狱？就台湾人还佫咧选举啦，家己唔知影啦。你是台湾人，你选中华民国总统，好奇怪呢。刚才秘书，咱台湾人你选美国总统同款啊，还是选英国总统啊？哎，英国的首相啊，很奇怪呢。第四点，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被告，哎，不是原告，就是咱啊。所以，2009年4月7日宣判以后，2010年7月7日，7月4号，美国的国务院。正式邀请咱，甲咱设伫华盛顿 DC 办公室，到今日还佫伫遐。9月8号，伫四季酒店，甲咱办一个180人的庆祝酒会。啊，美国当时有5个单位来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单位、CIA 甲司法部。安尼，美国有承认台湾民政府无？有无？敢若听一个讲无白纸黑字甲你写，所以参加以后，国安局的将咱遐台湾人拢集合起来，甲因讲啥？阮美国已经替恁台湾人铺一条路，恁照这条路落去行就对啊。所以咱为迄天开始，伫2010年11月6号，咱台湾民政府成立内阁加参议会，派出嘞。所以啊，各位，台湾民政府是正式的政府，所以两礼拜前，美国国安局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伊甲我鼓励啦，用 Roger， 我英语啊叫 Roger， 你是政府呢，中华民国嘛是政府呢，你免惊迄个政府呢，即马表面上伊伫甲你管，因为他有管辖权，真紧你这个政府会得到政权呐、啊。伊个甲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听到这句话，我唔敢讲嘞。你们准备，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你牙齿歪看。准备好了，你牙齿你好大胆哩啊！你才几个人尔？你2000个人要共接政权？美国甲咱讲爱几个人？4000名啦。哦，所以咱这干部拢足可怜的。直接你困呢，
两礼拜才睏三天呢，很舒服。这无良心诶！恁这届好足好诶，这前两届吼无电无这个啥无这个电器呢？你知影咱第一届吼，第一届是去年一月份啦。你知影温度几度无？六度啦！你知影六度是啥物款诶情况无？阮遐戆戆啊，戆戆，有人甲我讲吼，咱迄阵吼拢在带迄个睡袋啦，啊，我都即世人冇睏过睡袋啊。特别去开800块哦，去买一个讲吼哦，迄足薄的，但是哦，睏得足烧的，夭寿哦！六度，迄暗光六度，迄天哦70几个啦，第一届70几个，隔顿暗起来哦，大家拢点点拢不爱讲，啊，我都挡袂住，我就先讲哦，真啊有够寒呢，我拢睏袂去呢，啊，大家就讲哦，伊嘛睏袂去，伊嘛睏袂，拢无人睏去啦。啊，即摆热，到大迄个热天，我讲哦，我今日是算讲，我普通是拢穿西装啦吼。啊，今日我今日无穿是因为吼，我昨吼昨就来啊，啊，伊人来的时阵吼，我都无穿西装吼，所以今日算较失礼啦。我照道理我爱穿西装啦，啊，穿西装啊，迄总理讲啊足对的。那这两节是讲山啊，我规身躯拢澹的，含西装都澹啦。哎，我是安尼过来的呢。真正安尼过呢，无啦，免甲我拍破啦，这要甲总理拍破才对啦。话讲到转来，日本迄当阵，日本天皇有台湾这块土地所有权，有这个这块土地的 right title 甲 claim， 但是呢，因为战争失败，所以对这个日本天皇。诶，这个政府因为政府发动的嘛，所以政府要搞要改安那，要改处理。所以你要看，就今天和平条约的第一条的 B， 日本天皇将国家的事情交给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对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在1947年麦克阿瑟5月23号，麦克阿瑟已经将日本原来明治宪法给改变，变成和平宪法第四条跟第。第十、第九条，它改变了。你看哦，不一样的宪法代表啥？不一样的国家。所以，我跟你讲，日本人到今日还佫戆戆，唔知影。今日日本政府唔是日本，不是大日本帝国呢，是变成啥？日本天皇所同意下交给一个自治政府，叫做今日日本政府了。所以今日日本政府是自治政府啦。你有驚到嗎？我相信你在座各位啊，你以前絕對都不知道。我今天如果沒有在這裡跟你說明，我說你也搞不清楚啦。今天台灣要怎麼走？台灣能建國嗎？ No， 美國跟你說幾十次了，台獨代表戰爭。所以剛才我們的總理在說獨派貓咪人不同意我們的看法，那是他們的事。我現在感覺遐拢已经免甲看，遐已经距离我们太远太远了。台湾无可能建国，我阁甲你讲一摆。台湾要行什么路？甲日本政府同款，主地，唯一的一条路，主地。啊，但这个主地，哎，什么人同意？日本天皇同意。但是第一条米，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啊。啊，变哪？变哪？变哪？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啊。啊，变哪？日本人死未？啊，若无死，伊若真正死去，上台接管，皇太子嘛，对不对？啊，皇太子嘛无同意，要安怎？袂当讲话嘛？日本天皇即摆就像和平条约第一条米，袂当讲话啊！啊，那咱台湾死去，是不是死去？是不是？无死，啊无死安怎？爱甲我拜托啦，爱拜托我啦，我已经想好啦，你拍手，我才要甲你讲。我跟你讲，咱伫日本天皇的生日，去甲日本天皇祝寿。祝寿的同时，日本天皇会出来讲话，对不对？爱挥挥手吧。我同意台湾自治，我同意台湾自治。我将这个相片翕起来，甲交给美国。日本天皇同意啊，伊笑一个慢慢变过，但伊无法度甲我否决呢。
当然啦、啊，当然我安尼甲讲啊。所以今年12月23号，日本天皇的生日，拜托大家人做下来一拜好冇？哎，好爱开钱嘞，好，38000啦。12月20号出发，12月24号回来，因为咱台湾民进党出发的时阵吼，我们要带6星级的。哎、欸，咱政府呢？你袂当去甲带个俗啊呢？所以咱鼓励去吼，6星级，而且迄个游览巴士吼，我家规定爱用新的，100%新的游览巴士，半年的内底新的，我才要互你办。38000块，我跟你讲，偌好，你知呐？因为日本迄个叫做 dome 啦，迄个叫做圆顶饭店哦，6粒星啊，上新嘞，哈，150个，真诶假的？派经理来，真诶假的？咱已经钱交好啊，好哩，钱好哩，假着呢。所以咱去诶头一晚哦，伫呢自助餐食啊。那去的大家都欢喜到要死，但我就不是，因为我不是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我没有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我就不能去。你知道，当然也没去，我如果去就打公赢，我如果去论述就打公赢嘛，因为我不承认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当然不能去啊。啊，现在那通牌还是毒牌都开始在网上开始制造我的谣言，说我被禁止出境了，我欠税啦，我回来台湾为2002年6月29日回来台湾到今日无做生意，我要欠什么人钱呀、啊？各位，台湾民政府给你募款无？那有诶，举手我看，拢无半个啊！奇怪呢？啊，你讲诶、欸，啊，我伫遮咧受训哦，交6000块哦，啊，你6000块是毋是台湾民政府赚去 ？No， 你有良心呢？你住伫即个农场呢？农场的老板，你敢困两暗，敢食三天的十顿呢？你免6000块嘛，足俗的啦！我跟你讲，是不是？是的，拍破的，公道啦，对不对？有谣言就是讲说，就是要人家给钱，我从来没有，台湾民政府从来没有募款。你交那钱不是咱提，所以台湾民政府在这里上课，这些人拢是。义工呢，我们真的是情操伟大呢，卖给他拍破，家己定了，给中立拍破了。我若无讲，恁真正唔知啦。我跟你讲，啊，即摆谣言乌白讲啊，对不对？什么51州啦，哈、哦，什么诈骗集团啦，吼、哦，被美国捉挡袂掉，美国甲我讲诈骗集团，甲顶报纸。6月26号7报半版，即上出来。咱家拢无钱啊！啊，送出来，机关2-3百万才送出来呢。啊，你有看到报纸无？有看到，举手我看。啊，你都无看，夭寿的，连报纸拢无效。开2-3百万，讲拢无效啦。6月2日啦，较紧转去，较紧买。迄间报纸后摆足济代的，我无甲你骗。台湾民政府足大片，啊，你若无买哦，楼骹我哪有啦？啊，即嘛分互你啦，迄就是报纸的原告啦。啊、你有怀无？我跟你讲，台湾民政府是咱台湾现主席到目前为止，所有社团唯一没有对外募款的单位，因为咱是政府没募款，对不对？拍手！所以我很理所当然接受各位的拍手。你讲啊，阮是啷啦？阮拢食家己呢。对钱不是自己，你自己说，我也要坐计程车来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最爱伟大啦，什么人？我们的副主席潘良华，坐在最后面那个人，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屏东啦，到现在为止36届，还有6届原住民，4届的这个叫做大学生，还有6届的高级班，他都来屏东。坐高铁来回都要多少？3000几块，对不对？啊，计程车呢？我跟你讲，足伟大，阮家拢没有怨言呐、啊，真正没有怨言呐、啊。所以你各位，你伫这个所在啊，他到中立有讲一句话，我实在讲吼，我比较不赞成啊。你拢爱做官，大家拢爱做官，
现在有人跟你开玩，跟你说，啊，你们这都爱做官，才去台湾民政府，没有错，我们要当官，没有错，为什么？我们要替台湾人民谋求福利，对不对？我们不要贪污啦，下次贪污绝对清洗。我如果说到这个，很兴奋的，贪污要清洗啦。我们当时，我们的刑法改变，只有死刑跟啥？鞭刑。我跟你讲哦，你们能看鞭刑哦？迄、那个电视吼、哦，有一摆迄个新加坡有啊，哈、哦、诈骗集团啊，伊不承认啊，新加坡甲判一下子鞭刑。你知影伊一过了转来，走路啊开卡经，伊讲啊，生不如死，就是这啦。后摆咱的监狱拢甲捞起来，现在监狱变成啥？难民营。难民营就是今日啊，眷村啊，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流亡政府呢，迄人民是流亡呢，咱竟然起厝给伊，伊落去住，带入去年纪较大，搁去中国去娶少年某，啊，若翘起，咱就爱搁甲付一半。哦，全世界无遮戆的台湾人呢，我讲台湾人足戆，你敢听有？你真正听有？啊，无你讲你讲我听好吗？你戆几对？我阁甲你讲，叫你去选举对不对？民进党喜欢来讲，我定来讲，民进党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有人讲足欢喜的哦，我选给民进党哦，歹势你害死台湾呐、啊！谁人讲选给民进党是害死台湾？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讲啥？台湾决议文来滴讲啥？我们国民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莫怪李登辉做十三年的总统，陈水扁做八年，合起来二十一年连续没有办法走出去啊！二十一年，我问你，台湾有进步无？台湾地有进步无？有、哦。你拢知拢知影，你敢弄良心吗？啊！中华民国国民党要哪怪这个民进党来选举？吼、哦，这全世界无的啦！我甲美国讲，美国惊一条啦。你若选了后，你摕着几票？一票我给你30块，夭寿哦！遐民众个个都要选呐、啊，啊！你若计讲为着台湾唔通选呐、啊，用你起笑，啊！你把中国国民党弄掉，可以调？中国国民党哪拢总去调？投票率在50%以下，美国都要出来了啦！波罗的海三小国就是安尼赢的嘛？波罗的海是苏联个占领，苏联改办一个总统的选举，波罗的海200,000-300,000人团结一致，我们不去选，投票率不到30%，全世界讲不算，所以波罗的海因为民政府出来基本投票率96%，连苏联都承认，台湾人看偌戆就好了，为着30块，你也看。叫到你，你去选举，爱让你行路工，敢唔免？敢唔免？你无行路工，无好你刷入去，你转好伊，就阁给伊30块。你看你偌戆啊！你今年有去选？你举手看看。坦白讲，卖歹势啦，举手啦！手放下来，等下你下课要家己扒一个。没有啊，没有人告诉我们这种理由啊。所以你无巧啊。我跟你讲，我阁讲，政党50块啦，啊，政党50块是摕几年？你知无？摕4年啦。你看台联即马，哦，即马足活泼的有啊，因为伊一年有5000几万的预算啦，啊，就迄几个人尔。所以你啊看，国民党伊用这段，这是蒋经国设计的。蒋经国为着要让你这台湾人。可以当来统治，一百般的设计，让你去选举。所以美国甲我讲，哦，你台湾人做会选的呢。所以美国今晚甲咱讲，甲咱说啥？咱的内阁甲参议院免选，参议院的院那个议员啊，由咱中央任命。但是美国要开放众议院，让你遐爱选的台湾人去选。所以咱在座各位有一天，咱接到政权，我讲起来有一天，坦白讲是时间真短啊。我知影，但是我袂当讲啊，很快。
咱所有训练的这些人，我们会指定一些人去盖三创医院，参议院免算，中央直接任命，州长任命，地方的参议会的议员。上头的九年无要选呐，啊，若况情情形也袂使，二十年嘛无要选。台湾人无教育好啊，你去选的乌白选呐，用钱凊彩买你就好伊啊。所以我跟你讲哦，台湾的问题哦非常复杂，所以我要继续讲，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你可能都搞不清楚，你长期六十七年来你都长期浸在不对的论述的这个下脚呢。来，日本时代，日本，我想来说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是伊的神圣不可分割，因为神圣不可分割，当然不能割让，所以清朝的皇帝要割让台湾给日本天皇，会使哩无？未使哩。奉天就是伊割让，但是过十天，三国抗议，你无日本天皇，你无照万国公法，所以伊过去定一个辽南条约，将奉天啊辽东半岛献予中国，因为万国公法有规定嘛。所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是咱各位底下去想过要得到的精髓了。啊，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1949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为中国撤退来台湾的台北，所以伊那外公错撤退到台湾，国际法无这套。国际法流亡的时阵，爱在城市，所以中华民国现主席参加所有国际的会议内底，伊用什么名啊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中华台北亚洲文化，中华台北啊，中国台北亚洲，哎，拢无安尼啥样？你啥意思？哦，你拢知影？我拢我都甲恁怪呢，啊，拢无趣味的，我没有，无，各位。Chinese Taipei 为什么不能讲 Chinese Taiwan？ 因为流亡政府一定在城市，那叫做 Chinese Exile， 就流亡 Government 的政府 in Taipei。 原文是这样啦，正经是这样啦。四年前我发表没人说，但都好加在蔡英文替我说，哦，蔡明讲的真好，真有效呢。含隔天超市讲自流亡政府，阿爸讲拢无遵守呢。啊，你甲看所有的网络，雅虎也好，所有的网络 ，Google 也好，现在是台北拍英文甲拍落去一堆啊。法国在伦敦流亡叫做 French London， 比利时 Belgium London， Korea。伤害，这就是讲 Korea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in 伤害，全世界拢知，独独台湾人唔知啦。你看遐笑诶，奥运会，人美国讲，人全世界拢讲，中华民国已经无去啊，所以你袂当挂起旗啊。啊，一挂人就去摕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靠伫身躯顶，啊，佮有迄个模特儿，无穿衫佮靠起来。啥意思啊？啊，遐学生囡仔提起起啊，多哩滴烟啦！你看偌可怜就好啦。你看多可怜！伊若讲提咱一支台湾民主，一支蛮好哩。因都唔知啊！你看偌可怜啊！所以你讲，咱台湾民主若无出来，我讲咱台湾已经翘起来了。所以我甲你讲。是啊，咱台湾民政府报纸摊遐大片，咱已经演讲遮侪场，几百场诶。中华民国唔敢甲你处理，唔敢甲你掠半个，为什么？我甲你讲，是有甲我讲，你放心，你绝对放心。台湾民政府是按照国际法的一个组织，不可以动他们。我阁甲你讲，情治单位有一个很高级的情治单位。已经他总统过来就那个人了，
伊安那讲呢？半年前有人甲问呢，你知道台湾民政吗？哟，我当然知道啊。怎么样？不成气候？半年前呢？两礼拜前搁甲问啊。你知道台湾民政府现在又怎么样？好奇怪哦，发展的快得一塌糊涂，我们都非常惊讶。黑熊部队有看到吗？台湾民政府甲中华民国政府拢有部队啦，只不过是咱无武器尔啦。谁知道？谁知道？这我袂当讲个，这电视拢是全世界拢在甲看，中国嘛在看呢。我无甲你骗啊，咱即马一天吼，我们的网络一天超6000名上网啊。中国一个月前，中央政治局常会的时阵开会，伊安那讲呢？我们已经消灭民进党，可是又出现一个比民进党强10倍的组织——台湾民政府。啊，不要去给我看，看臭屁。美国军方在后面，我正式跟你讲，美国军方在后面没有错。咱叫咱即马伫外口，一定爱讲台湾民政府，你别讲台湾政府，你要讲台湾政府，你也死。我跟你讲，台湾民政府有一个顶头上司是什么呀 ？USMG，USMG 啊，美国军事政府。哎，我这样不能讲啊。我都没有看到美军啊，哪里有美国军事政府？很简单，我跟你讲，就竟然和平条约第四条，日本人民的财产对于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所做的处分跟处罚都承认。USMG 在顶管啊，咱是什么人？日本人对不对？因为日本天皇已经将咱所有台湾人，伫1945年的4月初，已经甲你承认讲你是日本臣民，同时这块土地本来就是日本天皇的呀。啊，所以已经是我们已经变成日本臣民了啦。所以日本臣民对于美国军事政府所做的处分跟处罚，我们都要遵从。足清楚的第四条啊，你等下等下去变化吗？到现在还存在，美国的判决，我头先讲到4点，第5点，承认美国仍站在台湾军事政府占领中。你们拍手吗？这我研究几波呢？这是三波两波呢？我跟你讲啊，我真的头脑很好啦。我的钱就对了，我没钱啦，这几年都没多少钱，没多少钱，拜托的，来，有钱吗？好啦，好啦，你觉得那要多少钱？三全人要多少钱？我们不要说那个，不要说钱啦，因为我说钱，人家说我在募款，我不募款啦，我跟你说啦，不用紧张啦，美国已经照他的判决一步一步在做啦，中华民国的军队已经开始取消了。我说这你敢知道？你敢知道马英九那么好心，中国侵华粒的飞弹向台湾，哦，不用当兵哦，有吗？有这样说吗？2014年说要变成募兵了，有吗？为什么？我们去告的啦，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你怎么叫中华民国叫去做兵？当兵是什么意思？你要效忠谁？效忠谁？效忠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中华民国，拍死！我是占领区的人民，我不效忠中华民国。你中央民国是我台湾人的敌人呢？我讲这你相信吗？我问你，美国轰炸台湾，所以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对，一家手我看，当然嘛，台湾人不敢举手。啊，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盟国，对不对？所以美国是敌人，中华民国也是敌人。请问，你今日承认讲你什么人？中华民国的人。现在哦，做兵的人会使过兵不？免急，当然可以。但是现在卖过，你现在过吼，美国会给他拖时间呐。我现在爱急判，装着不知道，好，我接到电款再来处理。
有足济代志啦。你相信我的头脑？请你相信。我跟你讲，我拢讲有时间有地点哦。7月25号，美国的国防部来台湾，和中华民国空军开会。伊问中华民国空军：“我请教你，你们怎么知道 F-15、F-16可以改装雷达？因为迄个雷达啊，是上新的，迄个雷达是整一堆呢 ，F-22 和F-35。”你哪知呀？问中华民国，问中华民国，你要回答。甲别别甲落伊安怎讲呢？中华民国空军安怎讲啊？是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所以我跟你讲，中华民国要军购，老实啦啦，不会成啦。马英九、吴敦义讲年底免签证有无？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为什么？两个理由。第一，台湾民政府和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和美国的国务院已经谈判，台湾人要得到签证、免签证这个护照、旅行证件，跟琉球同款。琉球也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台湾也是日本天皇的特地，为什么我台湾人要拿你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我林某某我不承认，所以我不出去啊。我跟别个美国已经谈判了，他说叫他休息了，奥巴马叫他休息了，刚刚见两百名了。欸，你不要再告了啦，我哥哥现在在选举了，我不告可以啊，我的要求你要答应啊，我们现在谈判了。我跟你说，今年11月选举的疫情，我如果没得到那个，不是我啦，台湾人如果没得到美国的这个护照，我跟你说更加够啦，我跟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好不好？你要告美国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都没钱啦，没募款的。我当时告美国开60万美金去高雄选举的时候，是靠大家人，因为我们不募款，而且怎样，我没有设账号，任何人的钱我都不会收。你若要参加自己我的广播律师的账号，拜托你自己钱回扣律师，足够呢，60万美金哦，安尼付清呢。头一摆官司啦，即摆美国甲我讲哦，你卖过过啦，你过爱拖时间啦。我们保证一定会给你们台湾人护照了，所以美国国安局叫咱发行迄个身份证有无？有无？你有身份证无？有诶，举手。有身份证诶，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好，你手放诶。我甲你讲，你好不容易来遮上课，你若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哦，对账申请啊。等下吼，也是明仔有时间去翕相，身份证甲打咧，翕相安尼尔，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你有来上课，你就这样学就有。你若无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啊，咱接的捐款时间很短，我一定会宣布40万换一块，很准确40万台币啊，按我们的民政府发行的正台币，安尼好冇？唔敢讲诶，你若有身份证诶，1块换1块，没有身份证啊，40万换1块，好冇？主书嘞，主书嘞，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一定做到哦。我这40万换1块钱啊，我是报复啦。你中华民国1949年6月15日啊，40000块换咱1块嘞，看到贵诶。啊，你40000块啊，到即卖来吼，40万啊，利息钱加落啦。你40万好冇？还是要给我加嘞？我跟你讲啊，换咧个林郑啊，吴伯祥啊。江炳坤啊，靠戏，我跟你讲，不是只靠戏而已，我还有变形，我跟你讲，你现在做多少孽哦，你就要还了，好不好？好，是你们说的。哇，那你十万你都要不成立的，已经成立了，免烦恼。那本是经过美国审定的，公民权利法案是美国审定的，
已经成立了。我们是一切按照法律在进行。你想，我们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时阵，我做一个秘书长，我甲咱的司法部建议讲，鞭刑甲唯一死刑，你想不会通过吗？够有良心？我讲拜托的，爱好通过，安尼好冇？好冇？较大声，侬唔敢讲呢？唔敢讲呢？要贪污的款呢？贪污绝对死刑，我先跟你讲啊。中华民国从头到尾拢甲咱骗，伊甲咱骗讲，第一个骗是骗啥？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我请问咧，台湾建书，建书哪有光复啦？敢有？建书哪有光复？迄个总统府已经轰炸一半掉去啊！安尼台湾光复？不过我以前囡仔嘛是戆戆啦，我读建中诶。那公共性也是跟人去抓欢喜的，哦，什么很见笑的呢？啊，刷下去，这民进党也是这样，我好像也骗到我读书，我读建中的，我跟你们说一个消息，马英九跟我同届建中，要是我那消息那是保送的，我上课的录取的时候900几个人，对不对？国公部说24班啊，一班50个，24班啊，都1200个啦，啊，出的200几个啊，拢侥幸啊。莫怪吼，你看建中的时阵，大家囡仔拢嘛足臭屁啊，包括我，拢互相问啊，你考几分？大家拢来讲嘛，伊几分啊，我几分啊？奇怪，我人较问都袂讲伊几分啊？我讲你在干嘛？大家拢讲啊，你几分啊？啊，另外再讲啊，我没有考了，哎，啊，你没有考，你来当几百？我保送。啊，夭壽啊！我哪唔知有保送？我嘛承认嘛，做那袂当保送，拢遐低啊！马英九即摆嘛咧撞这道呢？中国的留学生高中开始，即摆开放建中，互伊入去。我甲你讲哦，入去了安那，甲马英九同款。马英九高一哦，3科无及格，我负责。数学48分，袂当补考，靠因老爸，安尼升级啦。啊，高三伊19班呢？伊是侨生嘛，因为迄当阵哦，建中的囡仔无人要读社会组啦，干那两班啦，一班是台湾囡仔去读，啊，另外一班就是侨生啦，啊，伊是侨生啦。我会记迄当有两个迄个篮球的国手，一个叫陈伟，啊，一个名啥物名我无啥会记，伊就港班的啦，啊，伊侨队，淡江啦，搁加分，搁入去台大法学院。啊！台大法学院因迄届毕业的，刚好一个人考不掉中华民国的律师啦，名叫做马英九。啊，就去花哈佛对不对？哈佛吼，转哈佛，刚好一个人无考掉美国的律师啦，名叫做马英九。三流的人来，你通敌咱台湾人呐？莫怪吼，敌台湾敌到里里落落，无一项伊捌的啊！啊，刚好迄粒面呐，啊，见面。少年查某囡仔看到伊拢叽叽叫啦，我甲你讲，我即讲实在嘛，顶一届，迄当阵吼，伫车头，我估计我伊是还阁会认你我个款嘞，我怎啊你甲骂嘛吼？啊，远个着要过来，我看你，我伫边仔去，啊，但边仔一挂查伫高铁啊，一挂查某囡仔看到叽叽叫、叽叽叫安尼啦，啊，我还稳调个，个人伊个票。大部分拢是女性的票，奇怪呢！我即马已经发现哦，咱台湾的女孩子哦，喜欢哦半男游迄种的。哈哈，因倒会当做饭食，什么可怜呢、啊？坦白讲哦，咱这女性的同志，我即马问你拢大，你拢袂举手啊？大可以举手啊，好吗？拢无半个。好，你拢无，你拢无，你拢无，对，台湾民主都没有，安尼好嘛？台湾民主拢无，安尼在无？后来甲这女同志拍手一下，他们没有啦。欸，我讲一堆去啊。好了，莫讲遐那个题嘛，我讲话离开要紧。所以，咱台湾
日本伫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各位，这个皇民化是有道理啊。北海道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北海道是啥物人伫住？爱奴族。爱奴族住在北海道，因遐人讲的语言啊，唔是本地，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日本天皇伫以前啊，较早以前几百年前啊，先伫这个北海道啊，改实施皇民化，然后才伫这个所在实施宪法。所以当宪法全面实施的时候，在万国公法的规定下，迄块土地开的人民就变成日本臣民。台湾同款，1937年开始皇民化，和台湾人主动的呐改名。哈、哦，啊，你若改名，伊当然也甲你分呐。哦，这是地规定的诶公民啦、啊，爱安怎有一些优待，伊要鼓励你马上能够变成日本的臣民。一直到1945年四月初一，全面的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在万国公法的规定下，台湾这块土地脱离殖民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台湾人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我告诉你，这个论述不是我一人知道，中国共产党所属的一些国际法拢总知道。所以你要看，最近三年中国已经从来不再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他不是空的呢，比你台湾人较巧啦。我跟你讲，七年前我开始去见证会的时阵啊，第二年我告别讲啊，因马上下令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带领87个国际法的专家，在武汉大学所有的学者的支持下研究战争法，出一本册，两年前出来，那本册我甲编会甲看，甲我的研究一模一样。刚刚欠一个 chapter， 少了一个章，没有写台湾了。所以既然其他都会同款，我跟你保证，因的研究的结论，台湾的地位，因已经足清楚的。所以伊今日含咧台湾去签签什么弯钩啊，拢是照国际法来，伊是将你甲，要搁甲你俗做讲你是殖民地，没有错。唔知影是啥物人，台湾人呢？一挂戆腿的独派，感情啊，都是感情啊。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哦，你若无转我，我你要转我中国国民党哦。我要转我中国国民党，我若愈转我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全盘执政的时阵，伊都爱倒啊啦。你想无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美国当时。你知道民进党当时成立是1986年开始成立，为什么1986年成立？因为1985年众议院，美国众议院通过叫蒋经国一定要成立一个党外的那个党派，所以就办好你民进党成立。民进党的成立100%，不是99%，100%是蒋经国在幕后主导，一直对成立呗。原商奋战，原商是上野。蒋介石因某，宋美龄啊，因所有开会，他全盘掌控，何以钱何以人？你甲看，有一本册叫做《台湾公敌》，调查给我人写的。今日新潮流，我直接公开讲，新潮流个个都有提钱啦。迄当阵行情拢20万给你啦，迄阵20万伫台北市买一栋楼厝啦。伊无要求，伊爱甲你安怎讲？你们支持体制内。你爱同情阮这中国人多亡来台湾，你要钱我给你钱，你想看卖啊？西敏德互伊关遐久，出来遮济钱，遐钱位就来。我公开讲啊，他钱哪里来？我是感觉爱你哪做伊食饭呢？爱你哪你知无？你有机会拄着伊，我邀请伊来上课，讲互你听。他们都非常失望啊，但一面欢乐，会解决无？绝对解决。美国甲我讲啊，真清楚，国务院是用感情的国务院，你台湾民政府讲的是法理的台湾啊，
政治台湾终于啊不会是法理台湾的对手。所以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理念，中华民国不会怎样，你不用怕，到今天为止这么久了，也没有给你抓，也没有一个人去给他受过所谓的刑法上面的处分，还现在有两千几个人，海外有几百个。我最近发动一个事情，8月5号发动的，你们知道吗？Petition， 向美国总统请愿，按一个月里面要25000人签名啊。今天第五天啊，到今天为止才750个签名啊，一天要几个人签才有法度呢？800个。但是我知道台湾签绝对不过，因为咱在座各位也要电脑无一半，啊，你从这个比例，恁各位吼、哦。会晓电脑啊，伫外口比起来，应算足强的啦。一挂欧里桑啊、欧巴桑啊，拢袂晓电脑呢。我等一下，等一下再多讲。好好，我知道，好，我知道，我等一下再讲。咱的官网顶面有甲你教你安怎用。咱若等下吼，明仔载，咱有后壁有六个工作人员来，恁站起来，六位工作人员。吴家修，还有四个，还有两个没起来。你看看哈，明仔载，恁找因四个人，因替恁啊，他替你们去联署，同时替你申请账号，你的 Gmail， 用 Gmail 给因，请坐，帮他们的忙。同时弄了以后，以请刷体台湾民政府官网注册，好不好？好。叫谁先？好不好？好。我告诉你，你若去官网顶管哦，你若去联署哦，你的名拢会伫顶管呢，在白宫呢，白宫有你的名呢，够未歹？未歹啦！恁找因六个人，办公室在三楼还是五楼？恁通找因，他们会帮你的忙。甲恁下课以前，后天啊，下课以前拢爱去参加联署，若无联署的袂当转去。讲笑来。但是我是希望讲大家帮忙啦，但你会讲奇怪啊，才几个人尔，啊你连署一个月要25000名呢，安尼敢有法度？你讲有法度无？有诶，你举手我看。啊，恁诶道理就对。到即摆五天签750个，一天250个。哈？要传真紧，我甲你讲啦，靠台湾人死机啦，靠台湾人死机啦，靠国外。国外台湾人嘛死去啦，爱靠谁？你知吗？日本人啊，日本人较济，你要靠做者。你拢头脑加歹，建国神社啦，咱12月20日去甲建国神社拜有啊，因内底有几个人？10万人啊！我去甲拜托啊，咱所以咱已经有600个加入建国神社咧。我喂，你们10万人听好。台湾民政府600位加到里面去了，你要帮忙我们600位，好不好？我虽然无听伊那讲，但伊拢偷偷甲我讲，暗时拢甲我讲好。我甲你讲，建国神社参加正会员，一年要交3000块日币啦，免惊啦，日币啦，差1200块台币啦。所以我是希望在座各位哈，明仔载上课的时候，恁来加入啦，拜托个。好，啊，你刚刚在迄个信封顶完吼，迄个顶完甲签签无好吼，啊，我替你处理，处理以后送去予建国神社，建国神社呢，迄个卡度，迄个卡吼，会为日本直接寄来予你。啊，每3个月会甲你装日本建国神社的活动。啊，你即马摕一张卡个。卡片哦，你12月去日本的时候哦，在因的周围买东西8折啦，会好啦，好唔好啊？拜托的啦，爱在无？啊，你有穿鞋裤啊无？有穿鞋裤，你举手好吗？所以明仔去吼、哦，恁食饭饱起来，我摕信封给你，啊，你名签签的吼、
交出来，交予楼卡的柜台，那个黄小姐也给你处理。我跟你讲，咱这边已经400名参加了，我是打算讲要甲创到800名。800名对因的10万吼，当然很小了，但是我们用小博大嘛。啊，我即摆吼八百个人参加的时阵，我要甲建国神社讲啥呢？拍摄呢，我台湾民众要2名董事啊。我因为建国神社内底有拜几个人，39100名台湾人呢。啊，迄、那个台湾人那建国神社甲你拜，啊，建国神社有拜美国人无？有无？无嘛？有拜中国人无？嘛无啊？安来拜台湾人？因为咱是日本人啦、啊。你甲今日才听有啊？拢甲你骗啊！啊，你既然是日本人，啊，所以有人甲申请。我的老爸是日本人，我的老母是日本人，所以我是日本人，所以我甲日本的法院甲告日本政府，你要还我日本的国籍，对不对？对。对的举手。啊，唔对的举手。唔对啦。1986年，日本的高等法院判输，为什么？我上课恁都无哩甲听呢。我甲恁讲，即卖日本政府甲日本的帝国已经无共款去啊嘛。日本的大帝国的，咱是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国籍，含即个日本政府是新日本国家，即、這个国家家己去自治，所以你甲申请即个新的国家的国籍，当然嘛袂使哩。安尼你听有无？所以咱下摆台湾人自治，所以我常讲啊，你日本人，伊即摆日本人较无信到迄个日本天皇。安尼好，日本天皇好玩，来住伫水月园，袂当改台湾天皇，台湾天皇是开玩笑啦，原来是叫做日本天皇啦，咱是叫做日本台湾啦。你毋通想讲我讲这個。当然不一样啊，这就是哈、哦，因为战后被对日本天皇来处分了，因为他认为这个战争是日本帝国发生的，所以对这个日本政府要给跳开，以波茨坦宣言来的，就是讲日本政府、日本帝国要分作四列岛，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啊，另外大日本帝国，你来看岛边那张地图，顶管那张。北方四岛有无？红色的，福建岛和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啊，下骹就琉球、台湾，台湾搁落去，新南群岛就西沙跟南沙，啊，搁那边是啥？朝鲜，朝鲜是殖民地。为什么朝鲜是殖民地？1905年，朝鲜的总理跟日本天皇签了一个并合条款。朝鲜仍然保有主权管辖权交给日本天皇，所以它是殖民地。所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来的第二条来的第三条来的朝鲜日本政府放弃朝鲜的管辖权，所以朝鲜就独立建国。可是台湾不一样啊，台湾是日本天皇有主权，所有的东西都有啊。所以日本的吉田茂写一本册，签约的那个人，他写什么？他说，我日本政府只有放弃台湾主权权利 Right of sovereignty， Right of sovereignty， 日本权主权权利，可是权利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义务啦，还有义务，所以美日安保条约涵盖了整个台湾海峡，啊，你听有无？所以你要看哦，钓鱼台上诶，钓鱼台日本叫做尖阁群岛，尖阁群岛上诶，台湾的，但是台湾是谁的？日本天皇，所以钓鱼台上诶，日本的啊，是安尼啦，整个逻辑是这样啦，啊，所以基本日本呢。那个石原东京都的都长，他说我要去买尖阁群岛，有没有？笑呀，日本天皇也没有，不可能呢。所以
到今日为止，钓鱼台还不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什么人神圣不可？是日本天皇的呀。北方四岛，日本政府跟苏联讨，苏联安那个讲 ，no， 你日本政府没有权利。苏联讲的对不对？完全对。北方四岛上的日本天皇的呀，要求的对象错了。什么人当偷北方四岛？台湾呐、啊。台湾属于日本天皇，所以咱代替日本天皇，甲苏联讨北方四岛，只有这条路才会行啦、啊！拍手。我甲你讲哦，恁今日哦实在学了有够济啊，我无爱骗。你若拢记起来哦，不得了！你去外口足臭屁的，啊，搁互你较臭屁是一个问题好冇？日本天皇的国籍什么呢？日本天皇的国籍。哎，卖讲卖讲卖讲。日本天皇的国籍是日本的握手，你看你不敢握，是美国的握手，啊，无国籍的握手，手放落来，上过口拢会握手啦，无国籍啦。为什么日本天皇有没有效忠的对象？没有，没有嘛，伊家己嘛，所以日本天皇是无国籍的，到今日还阁无啦。完全正确，完全正确。那是国民党中国人在要跟你骗，所以不要跟你分得清楚。日本人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大部分都不知道，因为战争失败了破胆，无胆，日本人破开都无胆。所以现在日本，现在日本吼政府吼捉起来跟咱访问的，现在看到咱拢立正呢，因为阮以前吼统治台湾。哎，基本上都给你通敌啊！当然啦、啊，那人人是健康啊，我们统治他们呢、啊。所以我点你讲哦，台湾民政府的总理有一天会去管到日本政府，你们拍手吗？啊、我讲的是健康啊，行嘛，足简单的嘛。那你后边靠算啥？日本天皇嘛，日本天皇，因为日本政府已经脱离日本天皇去了嘛，所以。日本天皇后摆来要讲啥？透过咱的这个总理，会当甲日本指挥嘛？所以我要要求日本天皇来带水月圆呐、啊。我跟你讲，我刚才先听啊听啊听就知影，但是我有真侪代志，我袂当公开宣布。哦，啊那事后我就跟你讲，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今年啊，十二月二十，我欢迎您参加。爱开报名，马上满啊！哈，本来咱旧年是阮一百个，要收一个报名，讲报百五个咧。今年讲要两百个，已经特别满啊！你若要报名，伫楼下迄黄小姐甲报名，38000，很便宜。啊，若无够钱，开始欠钱。一个月看你，我讲你去这段会好啦。因为吼、哦，你若看哦，12月20号为遮飞去日本，哦，从松山出发，哦开始报名，去松山出发，对不对？啊，12月20号迄天，伫迄个洞嘛，伫迄个啊做圆顶饭店啊，上新的迄间啊6颗星的饭店吼、啊，两个人一间房间，足大间的。当时呢，迄天食自助餐哦、啊，干那迄个啥，迄个啊做帝王蟹吼、啊，食到你欢喜死。何瑞妍哦、啊，一两个人食6盒啦，6盒，6盘啦。一般偌济啊？你拢知影嘛？你用 Costco 去买咧帝王蟹嘛？迄一只帝王蟹几千块？我讲伊已经够本啦，但因太太咧就无欢喜啦。你又增加体重回来。啊，最后一天吼、哦，咱要去迄个日本真大诶迄个啊，做温泉的旅馆，内底会当得300-400个人做伙，因为日本人要喊咱到顶。21号去靖国神社。去甲拜，22号，会记哩哈，这是甲旧年无同款的节目。22号要去银座游行，日本人要出动2000名和咱斗阵。当时日本的示威游行，因的战舰你捌看无？足大只，敢那巴士嘞，乌色的，伊要出动上无20架以上的巴士，和咱陪咱斗阵行。日本未变过吗？哈、啊，未变吗？过去
日本人管台湾人，今日我们台湾人去管日本人，好不好？再试一下，好不好？参加啦！啊，23号，日本天皇的生日，日本的皇宫有史以来唔捌有任何除了日本的国旗入去内底，干那台湾民政会旗啊入去，因为卖掉啦，我知道。你们够听无？袂无爱困无？我阁讲话要紧吼，哎，有要紧的举手，啊，无要紧的举手。啊、哦，拢要听呢，你点点。23号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啊，18号，旧年啦吼，18号我就叫人吼，将咱迄个咱有印一本册，啊，做予日本天皇，我就迄本就送去予伊啊，啊，我叫送去送的，我甲你讲，迄当阵第七任的台湾的总督叫做明朝，我叫伊第三代，送入去，因为甲伊同学，我讲你甲伊同学，拜托，一本摕予伊，啊，所以伊摕伊予伊，有看无看？我即嘛袂当甲你讲，但是有看。啊，所以咱伫要去日本的皇宫的时阵哦，有两道迄警察伫管理啦。啊，两道诶管理，第一道迄、那个机啊，民政会机啊，唔爱互咱夹啦。但是到第二道的时阵，电话到位啊，宫内厅打电话来，让他们拿。吼、哦，咱有够欢喜，较紧的回过头，大家拢摸。吼、哦，你来看麦，迄、那个机啊，我甲你讲，日本天皇。伊个而且个控制吼，予咱150个拄拄啊，伫日本天皇头前30公尺的所在啦。老姐啦，你看，在这里啦，有史以来啦。啊，这个我特别个叫白个，叫这个吼，啊，翕日本天皇底下顶管了我。台湾要自治好不好？啊，日本天皇好，好，拍手啦。今年，大家较爱是安尼讲。免，今年免，我老早里面讲，我你听我讲，反正恁吼，我做导演啦，200个去就对啊啦。我今年吼有足惊人之举啦，你去就对啊啦，历史上会记上一笔啦。我跟你讲，后摆吼，甲你的子孙讲，台湾人当自治，台湾有一天啦。伊自治以后，若当成立家己的，甲日本同款的时阵啊，恁阿公也是恁阿妈拢伫顶边，你有看无？迄张相片我看，大家看一下，150个。我甲你讲，那今年吼、喔、开这3万8吼、喔，值得啦。我是爱去到要害，但是美国甲规定我袂当去，就是护照摕着，我也不能去。为什么？我的安全理由啦。啊，因为我若出国哈，美方要保护比较难呐、啊。咱外靠台湾民政的外靠有一个姐姐 H 有啊，迄毋是好看的 H 毋是 hospital 呢，便宜呢，不是呢，迄是啥物 ？Helicopter 直升机场啊，奇怪呢。啊，你着水月园佫创一个直升机场要创啥？因为我甲美国讲。美国讲要跟咱见面啊！啊，顶回咱有开名单给伊，开6个名单给伊，啊，我无伫内底啊，我没有护照啊，我怎么去？美国人就伫笑啊，啊，这样好了，我们用直升机载你啦。我好啊，我创一个直升机长啊，你来啊，你若用直升机把他载到清泉岗，啊，我就当去。这美国的专机啦，但是美国的专机袂当我一个啊，伊会甲等咧海内底。我叫吼，咱的议长、咱的总理，大家拢做一起。啊！要死，大家死到底呢。所以，今日咱要跟美国的关系，第一要保持友好。要叫伊赔偿，要叫啥？即马知影就好，放喺心内底。得到政权才来。你袂前去讲哦，国民党我要安怎啦？卖讲，死甲得到政权才来就好啊！我绝对袂甲阿扁啊同款啊，拢唔敢创迄个转型正义啦！啊，你免拍手呀！阿扁啊，就是安那，唔敢用转型正义啊！当选去拜访王生呢，看到贵丽啊，所有中国人迄台湾人去拜访啊，莫怪伊啊！伊是伫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宣誓做总统的，所以你什么人当选都同款啦。
你不要想啊，我说卖算是对的。今年的12月31日啊，去年啊，12月31日，台湾民政府忘年会在这千外的人，我都丢给大家宣布啥？我说马英九会赢80万票。那当时我看那千外人啊，一半以上不爱相信我了，虽然他是我们的学员，但是哦，选了哦，大家都相信了啦。啊，你不相信，我现在问给你听，选马英九的，你拿手我看，无半个，我不相信。但是我跟你讲 ，CIA 跟他讲的时阵啊，他没讲哦，我讲老兄啊，我做这个宣布啊，啊，万一如果不准确的话，我台湾民政府会关门呢。伊甲我讲哦，放心，你就宣布。我硬着头皮，我伫遐，我足大声嘞。我甲国语讲，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迄当阵，马英九赢偌济，多多80万，差1000票呢。宣布的意思就对 ，CIA 完全掌握台湾呐。啊，你看有准无？我要知影，我去签。那个赌博啦，我跟你讲，免讲，屏东有人用我这句话赢几啊亿，恁阿伯有写啊？恁阿伯讲哦，去甲查的时阵哦，桌顶有5000万现金吗？伊甲讲哦，啊，警察嘛真奇怪，你怎么知道是80万？因为台北有人这样讲，我实在吼无钱啦，啊，我老钱哦，我冒死啊，那台湾民政府变做啦。老天意思啊，爱叫继续啊！我所以我没有钱啊。啊，是安内讲，马英九赢蔡英文80万，因为10月11日，去年啊，蔡英文伫高雄劳工局讲一句话，伊讲啥？劳工中心啊，伊讲一句话：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我跟你讲。美国邓多啊，伊甲我讲，蔡英文没有到我美国国防部，伊干那去对国会的办公室，两个人盖记名，其中有一个就是含咱去联络迄个人，迄 B 开头呀，蔡英文骗我们，他是标准的台独分子，他一定落选，背在门票。敢讲，我唔敢讲是 CIA 完全掌控，但是伊对台湾整个的国，台湾这岛的迄个所谓情形拢非常清楚。CIA 现主持台湾专斗2000名，美国已经入来台湾了，你可能拢唔知啊。我今年有宣布讲7月份、8月份，美国的第7舰队有2架巡洋舰要入来，7月份已经入来。在物件，清泉岗，你有真侪动作，你台湾人拢搞不清楚。中华民国咪讲，10月7日，啊，咪迄个，马英九当选的时候5月20日，早上一庆祝会，美国甲下午转机才来松山，有无？迄时间点，他们都抓得很好呢。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啊，承认中华民国是什么啦？台湾人而已啦。今日台湾人若要出头天，就要将中华民国甲关去金门妈祖。啊，其实中国嘛已经接受啊，听清楚哦。中国伊嘛美国，我相信美国有甲伊讲啊。伊讲哦，你即马很主席中国遐难民伫台湾哦，民政府若执政以后哦，这些人可能会离开台湾哦，爱去你中国啊。中国共产党听着惊一跳嘞！哦，不可以，不可以，他们不可以来啊！不可以来边啊！伊在伫平潭呐，平潭你知道吗？福建的平潭哦，设计了台北市的1.2倍的大小。这个所在要接遐难民，我哪会知？伫伊中华民国报纸要顶的前两天，我美国甲我讲了，我就写伫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两天前我就公布啊，你被金门妈做的，你可以去；你不要去的，你回到中国的去平潭。
中国唔愿让遐人世界乱走啦，啊，若乱走，中国共产党嘅政府会叫乱死。伊嘛真巧呢。无承认中华民国。你别讲 ，no， 那不是中美，那是防御条约。但是那个防御条约，我你无看我的文章啦，我讲的非常清楚。伊那是中美防御，因为这个台湾这个岛，因为要过一个金门跟马祖，伊的防御条约已经取消起来了。伊的防御条约是伫保护这个台湾啦，唔是甲伊是中华民国，唔是咱台湾啦，不是跟台湾啦，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也可以签约呢。这是国际法上面有的东西，因为你讲这个吼，我有温州伫顶管，你会当去评。各位，你也听好清楚哦。含中国共产党开始准备要接收这些难民，咱拢唔知啊，咱拢完全不。啊，中华民国诶，这个国民党伫五月二十就职的时阵哦，挂一张旗啊吼，大家拢看无诶。你有看无？诶，有一张旗啊吼，顶管是。蓝色下卡红色啊，中鞋的车轮牌有无？你会记得无？有这张有无？你知影迄个要创啥？伊去甲美国申请讲，我们也要成立台湾民政府啦。美国讲 ，no， 已经有台湾民政府了，而且 office 在华盛顿 DC， 不是干那国民党尔，民进党嘛咧做，伊派萧美琴去美国。跟国防部哎，国防部讲，我们如果你美军进来啊，我马上就脱离中华民国，我们要成立台湾民政府。你看嘛，这笑哎，一堆啊。咱台湾伊起码有几个台湾民政府，你知不知？四个，已经有四个啊。啊，福尔摩沙民政府，啊吼，因为福安已经叫做台湾平民政府有吧？啊，后壁有一天咱雄雄甲改做台湾民政府有吧？哎，侬惊着啊！哎，啊，你为什么改？伊拢唔知影原因吗？这是美国甲咱讲，我内湖那创好的时候，我入来内底，我要挂迄支旗啊，就这支旗啊。哦，你有看啊，这支旗啊，台湾民政府迄中华国民党诶，这支旗啊。美国甲咱讲，内湖那成立的时阵啊，要升这支旗啊起来，因为你唔知有注意无？AIT 到今日为止，无啦，到四月二八为止，拢无升美国国旗。到今年，我去送美国国旗给因。我问你为什么 AIT 不挂旗子？伊家伫侧门啊，小地方升于美国国旗啊。我问你若个无升，我要甲你告。我真足够告的呢。哎，升起来啊！啊，即摆迄支旗啊，送给咱。2010年的这个九月八号，在华盛顿 DC 的时阵，美国跟咱讲，这支旗啊要升，占领旗啦，这支是占领旗，啊边啊迄支吼，内底黄色迄个是啊，这台湾民政府隔壁个隔壁嘿，台湾民政府这支旗啊，这支旗啊什么意思？你看我上面有六颗星，就是六个州啦。啊，中间那个是美军的代表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台湾民政府啦，啊，你知影唔知道？所以你若讲摕这个机去奥运嘛，较有利。啊，吓到腿腿的，啊，不过我无着急，我不着急。所以有人讲哦，民进党嘛，你甲我讲，哎，美国四千名，我给你两千名。我甲你讲哦，我不遐戆呢。伊若给咱两千名，哎，安怎？议定瓦人。总理换人，秘书长换人，我讲来给恁听。建国党，因为我本来是建国党的。建国党啊，迄当阵建国党比民进党较勇啊呐。建国党啊，有好几百名的博士，水准气质拢较好。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我加入一千名，啊，一人的迄当党费足贵的呢，1200块呢。啊，加一支烟的要偌济钱？120万，没有问题，现金，拨支票给你。哦，建国党大人欢喜个，我嘛欢喜个。过一个月，
按照党章联署要求召开建国党临时大会，所以跟你说，欸，我们去圆山，啊，大家也很欢喜，啊，这世人也没几次去圆山开过会，去圆山啊，圆山要很多钱的，哦，啊，也照常这样开会哦，啊，提议都啊，后来临时动议说给你举手，我们建国党临时任务已经阶段性任务已经达成，我提议解散。主席爱出力吧？爱出力啊！出力安那绝对通过啊！好佳哉！以中华民国内政部的规定，政党袂当解除，袂当解解散，因为这是你提防啥？国民党，万一若大家拢要加入国民党，啊，佮提议讲国民党解散，以这个规定啊，好佳哉，好佳哉！安尼建国党留下来，安尼看恐恐怖吧？虽然台湾民主有向中华国登记吧 ？No， 哎，是你中华民国爱向我登记，唔是我向你登记呢。所以台湾民主国不用向他们登记啦，那向这边人登记 ，USMG 美国军事政府啦。安尼有清楚吧？所以我们的顶头上司上，美国军事政府，啊，咱家的学员嘛，毛头那真好诶。咱的宣传车有啊？欸，我先讲，我即摆讲这个不是的哦，你们不要去学哦。车牌甲换掉了，甲写一个 USMG 啊，088了。哦，甲死！这中华民国这戆腿的迄个该阶级的警察，有诶较臭屁。啊，咱有一摆去南口嘛，去南口，南口是迄个啥？去南口，咱呐南崁呐，去南崁呐。咱两个少年啊，这个嘛是啦。两个少年啊，迄传单刚分哦，迄警察就拄啊去做警察，你啊请还单，你徛伫警察门口，你是流亡政府的，你知道吗？我已经在气一个，转来给恁砸车了。啊，即马砸车呐，要处理啊，搁要恁拖去咩？好啊，咱的台北市的州长曾俊彦伊是律师嘛？来，我上头我有看嘞，我看因伫远遐啦，我爱免去啦，迄无代志啦。因为咱伫啊做邦桥伫啊台南，到处那砸砸的吼，落尾啊拢是所长出来道歉，叫恁走。高速公路嘛，叫你走。哎呐，伊讲吼，哎侬摕迄个台湾咱的迄个身份证啊，伊甲你讲吼，我是中华民国的警察，我管不了台湾政府的老百姓。拢总安尼，所谓安那，我唔是叫你甲你挑战哦。啊，即摆有人讲吼，拒绝缴税，我甲你讲，你不要吃眼前亏啦。所以我甲你讲一讲，你不要吃眼前亏。啊，你若一个人哦，你也去叠死，我甲你讲，你买。你免啦，你绝对不要这样。咱的赢的叫吼，唔通跋输去啦。啊，你听有无？啊，其实啊，我讲归我咧讲位边啊去啊。你是要听法律，也没要听我讲故事。好啦。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中华民国跟台湾没那挂都会，当然是台湾独立啊。你买问我，你也问蔡英文，还推阿扁呢？啊，推阿扁呢？我讲伊讲咧，伊历史啊，啊，问你一个问题。哎，请问。啊，你美国政府来选你？啊，好，太好了。美国政府来选我，那也不爱选张三，卖不爱选李四，为什么？知道答案的请举手。不爱上过课，上过课无准成。嘿，咪对对，哦，知影无？有知影无？拢无吼？啊，要听无？要听拍破。啥物人告美国政府？我嘛，他一定要找我嘛，无找我，我搁告嘛。安听无？我当时美国开始跟我联络，你知影？我告美国政府了半年，上海拄啊开始国务院不理我呢。伊发了一个通知讲吼，哎，你要不要答辩？国务院说国家免诉，我不答辩。美国
法院甲讲，你不答辩，那我单方面审判，单迄、那个单方面要审判啦。伊惊着啊，开始答辩。啊，答辩的时阵看咧吼，伊惊着啊，奇怪，这个林某某伊的资料太济，是上去偷摕给伊。我无骗你，当然我爱直接承认。郭碧国开始的半迄一年来底，他不帮助我是对。开始一年以后，美国开始帮助我了，提供很多的机密文件呐，大家拢无法多看的。但是你别想讲机密文件，给你安尼就好啊。伊偌要求呢？但给你拢一沓接大沓，内底拢原文呢。你唔相信？你读起原文试看卖啊！那无读到你目睭烫烫，我随在你。我讲实在，啊！你读完啊啦，都要划重点呢。所以我的文章四五百篇就为遮来啊。啊，所以美国惊了真对嘞，唔是伊惊我，是我惊伊啦。好大伊卖惊我，我直接甲告啊。逼甲伊爱来甲我谈判啊。所以你的问题无唔对，真侪独派，真侪民进党诶，真侪国民党拢奇怪，那无你甲你联络，啊，干那甲你联络，啊，唔是干那甲我一个人联络俩。拢总有三个人，搁一个蔡明华，咱诶，伊当作民进党诶西海花诶主委，伊呢做一半死掉。为什么？因为美国诶官方正式甲伊见面嘛。啊，你想美国诶官方正式甲你见面时，你知影讲你民进党惊唔着，你不会辞吗？三更半暝你嘛辞，因为有一天过年，蔡明华。阿公某读到我的文章啊，因迄年拄啊过年啊，过年的时阵，规个过年拢伫读我的文章啦，读读足欢喜啦，哈，这条路就对啊，这条路就对啊，安尼，啊，搁刷入去，我开始甲美国讲，你伫美国甲我美迄、那个驻美代表蔡明华，你甲伊见面，台湾另外有一个人有甲伊见面，但是罗伯也无甲迄个人见面，因为迄个人罗伯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跟我见面，因为控告美国。你想嘛，你控告美国，美国法院判了，后摆要找迄个主席什么人，爱找我啊，我告美国啊，啊不你若转台湾，你拢无人去告美国，啊来干我去告，这是为什么美国要找我了？啊，你欢喜无？拍手。欸，我是你唔通看我讲甲遮尔轻松呢，我读足久的呢。牺牲很多呢，我无骗你呢，我真的牺牲很多呢。我这几年我拢无做生意，我拢无赚钱呢。啊，你无赚钱是安怎活落来？啊，你派出所怎样 ？No， 我叫强迄、那个强匪收起啊。我几位来？坦白讲，阮小弟甲我斗相共，我这个小弟真好，伊公司真赚钱。我嘛有惊你惊你知啦，我一个月花八万啦。但是我八万，大概拢无够啦，拢开无够的，因为这印这物件拢爱钱呢。恁敢有捐钱？恁无啊？恁摕恁做顶摕遐这钱是为对来？当然不是干我一个人啦，二长啦，二长嘛出足济啦，潘良华嘛出足济啦。啊，潘良华甲我讲啊，秘书长，奇怪呢，那有天地甲你帮忙呢，我安怎帮啊？为去年一月第一期，到今日为止36期，那你翕相哦，没有碰到雨天。你要相信吗？36届哦，搁6届的迄个啊，做原住民，4届大学生哦，搁6届高级班哦，50几届翕相，好天，每一摆再是落雨，要翕相的时阵哦，马上好天啊！你看有奇怪无？我甲潘良华伊伫出钱的时嘛，我定人哦，嗨啦，无钱哪免啦，啊就怎样，这干部你请啊，啊过目书啊，这拢请有对的啦。我甲潘良讲，系啦系啦，欠3万的咩啦？因为奇怪，我若见面人家敲电话吼，过久偌久吼，都人敲电话讲，潘啊，啊你的树啊买袂无？伊厝里种树啊，要甲买偌济？买6万呐、啊，啊就3万块，甲爱够趁3万。大概哦，大概哦，你当有机会你阿问。天助我者啦，天要帮忙咱台湾啦，台湾会成功啦，对不对？今天上课到这，谢谢。谢起立。今日下课。